艾伦，你两个对我好。安迪因为身体关系，我都来公司上班。艾伦跟安迪已经结婚了，所以我决定和艾伦先做代理副总。你来公司先学习，我替珍妮分担一点仔业务。大家好，之前我第一个话读的是金融管理，虽然讲是头一届接受到建筑业，啊，不过我伫咧四天金控的时阵，甲足侪过来企业接触过，希望这款经验对公司有帮助。既然你这么有心，我就以前辈的经验，好好带你了解建筑业。多谢大哥啊！哦，这是公司，你应该叫我珍妮副总。是，珍妮副总。艾伦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两位是。哦，就是陈经理，伊是上野商城的专案负责人，对我知。啊，不过另外这位，就较青分淡薄啊。咱是不是伫什么所在捌见过面？我之前去四天金控面试，有拄到高艾伦。若是去用当时就知影这个代志，可能会怀疑我伫公司的忠诚。哦，你是财务部的高组长对无？今麦已经升做财务部经理。这你见到新做经理啊？之前哦，真你互人绑票。对于方迪要求赎金的时阵，我会记得你伫第一时间就甲公司的资产了点好清楚，而且哦，搁去董事长的厝内底报告。迄当阵我就对你的印象就深的，无怪董事长哦会升你做经理，因为你真正有实力，恭喜你！多谢高副总，以后搁请多多指教。林美妍，你已经被杀了，还出现在温胜发，麻烦你把他赶出去。是。林美妍是我请他来做我的专任秘书，阿美副给大家通知，后面美妍跟我做伙来胜发集团上班。董事长，恁大家好。我即马是高副总的秘书，我知影恁过去对我有足侪成见的。啊，不过是毋是会当请恁放下，莫予高副总哦，伊歹做人。高副总，恁妹妹不管是公司还是私事，伊拢毋是一个当信任的人。考劝你，好好考虑。林美妍。王姐，跟你讲的话，你拢放袂记啊！你若是阁继续受控受胖了代志，咱就怀疑伊。高经理，高副总是因为可怜我有囡仔，所以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知影恁对我足侪成见的，恁若是要骂我哦，拢会用的。啊，不过高副总即马是我的 boss， 就算伊爱我落地啊，我嘛袂有任何伊怨言啊。林美妍，你真正是一只拍袂死的小强。你莫叫是讲你使人艾伦做你的靠山，你就会当继续伫个盛发兴风作浪。艾伦，我可劝你，莫甲一尾有毒的蛇饲伫个身躯边。你予伊温暖，伊外头就会咬你一嘴。林美妍进行搜索的代志，我拢知影。啊，不过我是为着咱盛发集团的企业形象，才调岗。就来做我的秘书的，艾伦。虽然副总有领出人命款，你会当家己决定你要用什么人做你的秘书。也不过林美妍进前所做的歹代志已经是犯罪，我无赞成这种人继续留在县府。而且你即马代理的是安迪的位置，照理讲，你应该找曾世豪做你的助理，安尼你才会当赶紧实施盛发的业务啊。我知影董事长一直想要甲盛发集团打造成一个幸福企业。林美妍进前确实是做唔到代志，啊，不过伊即卖有心，煞予咱赶出去。我惊讲咱安尼做会去影响到咱的企业形象，甚至惊到劳动局来调查。除非咱盛发被赶尽杀绝，
就把林美妍进行搜索的建校台全部拢压压出来，台湾盛发集团的企业名声跟一个孕妇同归于尽。我的名声毁掉是无要紧啊，啊，不过进前咱四叶草交门给黄玉生有 case 吃，这代志若是压压出来，我给他对公司啊，佮有高经理的打击会足大的。林美妍，你去人家替你所做的歹代志，来破坏我公司的名声，你真正就卑鄙的你。高处长，我知影我之前做唔对代志啊，我真正是为爱疯狂，啊，不过我今摆叫黄玉生挂出来啊，我若是无头路，我感觉巴肚内底的囡仔就无路通行，是不是会当麻烦高处长看这个囡仔的分数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？艾伦，之前林美妍闹出安尼做代志，卡说你坚持要赢伊，那你的薪资，啊，佮伊的职务。拢要重新计算，为新人开始做起。多谢董事长，多谢董事长。艾伦，阮爸毋是对你用人有意见，是因为你选的这个秘书实在是黑历史太侪，阮才会甲你打预防针。多谢董事长愿意给我机会，就算爱我扫便扫，我嘛愿意。自今仔日开始，我就是盛发的新人。请大家对阮母仔仔多多指教，我就等你看你的表现，先讲我清楚，我对小三零容忍，你最好是陪陪较安。自今仔日开始，咱可变做同事啊，希望一旦合作愉快哦。你伫我的办公室创啥？真歹势，今嘛这毋是你的办公室，今嘛这是高维云高经理的办公室。我是进前客户部的经理，我来看我有啥物物件无收走，干嘛？啊，我的物件嘞？李兄。离开的时阵会记怎走？你竟然把我的物件带进垃圾桶！这物件跟伊的主人同款啊，真适合叠加。无你即摆讲我是笨手，我会当投诉人资，讲你职场霸凌、公然侮辱。职场霸凌、公然侮辱，你敢有证据啊？你应该比我更加清楚，有证据是我尔重要的代志。你之前逼董宇爱帮助黄玉生回做 Luxury Villa 的设计师，后来阁予高阶人欺负伊，甲伊逼到走投无路离开。你安尼巴结高艾伦，安尼欺负董宇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叫你干那落帮你算。你敢有证据啊？嗯？除非有证据，安若无，伊是绝对袂讲老实。顶个若不是姓汉，甲伊所做的代志一条一条讲出来，伊嘛袂认罪。这个查某人的心比粪扫更加垃圾，你搞出去！哎，叠加小妹，我报案！叫你出去，我听。真是死你！你竟然无尊重我这个岳父，若是不搞我去安台，我会报你煞的。我今麦还搁伫个法律追诉期。俩高维云收起，对我一点仔好处拢无。高维云啥物时阵是在迄个检察官的？而且两个人看起来足熟的，因的关系一直无单纯。维云，这你进前替我报名的新亚洲国际大奖，你看我得奖啊！奖杯送给你。恭喜哦！
再来较早，你连就欢喜讲，老公你好棒。这奖杯，你摕去工作室看你阿卡下。你再等医生，莫想忝嘛，身体爱顾，把我煮你爱食，咱做伙等去食，快去。我阁有代志，林刚。林桥，你若无想来，这也无意义。奖杯对我来讲确实是无重要，啊，不过这是你的愿望，敢不是？无你伫我身躯边，这个有啥物意义？喂，我应该袂用赶出去啊。明明巴肚内底囡仔，嘛跟黄家无关系啊！爸妈足想你的，你敢明心无要回来？奖杯小可有鼻粉啊！无要紧，我用瞬间胶甲波波黏黏就好啊。不是每一项物件拢会当用补的，就算补过啊，嘛无可能跟较早同款。黄医生，咱已经无可能了，咱离婚啊。喂，我是对伊做唔好，我拜托你甲我讲，我一定会改，跟我一次机会好不？去吧。我袂，跟我回去。放手啦！我袂，跟我做伙回去。哎，放开！喂，你跟我回。啊！查甫人讲无爱就是无爱，没有经过同意的肢体接触，就构成骚扰。你，恭喜你，我哪有咧骚扰？我已经是阮某呢。啊，男人也涉及家暴。啊，爱靠家暴专线113。你靠，当作我惊你哦。哎，新人，拢是误会，我不代志。你现在的行为，我要借人证，你给他较注意。行，咱来走。时间就要袂半。为了这趟哦，我要几工呢？俺兰是为着要跟伊食，才无要跟我转去。这查某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好心跟我讨厌呢？这痴情大戏真正足好看的。真可笑，这男主角已经换人演啊！你什么意思？你一心一意伫个等魏云回来，你确定伊的心内还有你？你莫想要使让我跟魏云感情啊！迄嘛，你两个人还有感情才会用的啊！之前哦，魏云有带迄个检察官来阮家甲我呛声。我是戴亮，你是宝宝的爸爸，我好心提醒你两句，你若无稀罕，你就准拄煞。戴亮，你讲清楚。你认为一个查甫人，敢会对伊无兴趣的查甫人出头？而且这么简单，就为着维云甲我订做，维云一定是甲伊讲这些代志的。我咧看哦。魏云甲迄个检察官哦，应该已经是外遇啊！啊，你等伊等到心拢碎啊，结果人哦，即马伫咧谈恋爱，无怪啦，我看你头壳顶绿绿的。所以魏云才坚持要跟我离婚，我阁放软硬求伊，想讲是我家己对伊做唔好，我黄玉生绝对无可能让我看袂起，迄个检察官。绝对袂放伊耍。玉生，莫为着这种查某人生气，无价值，嗯？